我哋就喺呢度开始我哋嘅追梦旅程啦。你哋两个等埋我，大家所有啲朋友都系好 close。继续唱歌，完成一个愿望，再去追另外一个愿望。将来都好多嘢要做噶。竟然系有咗我哋嘅宝宝啦，同我而家嘅老婆结婚。中年好声音只是他们一个短暂的舞台，只要坚持梦想，他们的人生仍会大放异彩。中年好声音追梦之旅，星期日晚10:30，翡翠台。